们看我视频觉得我叫小玲珑，看到我本人反而说我像高楼，听我唱歌觉得个性开始温柔，但认识我性格却说像个男人婆，不是我不女人，不是我不斯文，是我喜欢自己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First Lady 蔡恩君。今天是来拍我自己作曲作词的蔡恩女，对，就很摆明的，这是我的履历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这一次呢，挑战一个全新的自己，毕竟我是一个大喇喇女生，那我就想要把这特点就大写出来，因为毕竟之前都一直收着嘛，所以这次就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我。顶光了、啊、这个位置可以的，对对，可以吗？因为从小我有被亲戚还有其他朋友说我是好像打波黑啊，我们马来西亚都叫打波黑啊。我是看我的衣着然后来带出我今天的态度，但是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穿裤子，因为比较方便，你知道，所以那时候穿裤子的时候，你知道女生尤其是像我这么放松的，我就动不动就翘脚啊，要不然就做一些很粗鲁的动作，这样子就被他们说成像打波黑啊。最深刻就是我要两点起床，平时最多也是凌晨两点睡觉，但是我们凌晨两点要、起床啊，然后开始工作，甚至有些人根本都没有睡，所以我非常感恩，我知道 我很累，我很想睡觉，但是大家也是很累很想睡觉，所以我尽量去体谅大家，毕竟这个是人生中很难得的两点起床。好，走。今天毕竟我会选阿萨导演，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素材，然后我喜欢他拍摄的每一个复古的感觉，我要的是复古，我本身就很喜欢复古的东西。我说六加六等于多少，他说十一，我说错，下面去来四条边打他几个手肘，基本上今天就是100分。